位 Top Daddy 的这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汉典。Solo 它是比较深沉一点，内心的感受都跳出来。你看这个也是内心的感受 ，Solo 就代表一个人很久 ，Solo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人，自己很孤单。到了大概40岁，我才明白这个事情。支持我的家人、朋友、粉丝，其实他们都在我身边。然后 Solo 也有再见的意思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还会做什么样的尝试？我会持续在出歌，然后我不会放弃。就这样子直接讲出来，就是要讲嘛，你要常讲，宇宙就会听到。哎，我想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啊！讲出来大家会笑，怎么可能？小巨蛋，我们需要这种声音。九把刀讲得非常好，把刀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践的价值。伟忠哥常跟我讲说，汉典啊。这行业啊，做久了会皮。改天我们聊聊啊，伟忠哥。伟忠哥是你学长啊，开玩笑，文化大学。你们搞清楚啊。他有什么 IG 挑战舞吗？有，这个叫做 solo dance。这边先踩出去。这边踩出去。然后转身，右脚到左脚的时候跳一下，右脚。右脚。滑步。5、6、7、8。Solo。My solo。5个很简单。IG 挑战起来。